说来，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目标，那么他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。的确，只有高尚的动机和目标，才能让我们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从而起到积极的影响。第二是排除干扰。当你准备做一件事时，请注意周围的环境。在排除外界干扰后，你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，避免那些容易使你分心的事。第三是要深呼吸。如果你产生了放弃的念头，那么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在呼吸吗？然后做几次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：我现在感觉轻松吗？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太放松，那么先什么也不要做，再次深呼吸。总之，考验自己是需要耐性的，也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的。但只要坚持自己这一有价值的目标，你就有充沛的精力，会让你有能力克服艰难险阻，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，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，从而使自己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个驿站。尼采说，大多数孔雀不会在人前开屏，这被人们称为孔雀的矜持。孔雀那样的动物都懂得矜持，我们人类就更应当内敛谦虚了。尼采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要做个内敛矜持的人，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一些人，在他们的眼里谁都不如自己，目空一切。这些高调的人总会被他人当作攻击的靶子，常常遭人非议、鄙视、唾弃。的确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们更喜欢那些矜持内敛的人，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。有两个气球，一个好大喜功，总想胜人一筹，但看到同伴的个头和他一般大的时候，他很不服气，因此他努力吸更多的空气。为了不使同伴超过他，他贪得无厌地吸食着气体，把躯体撑得又肥又胖，皮肤薄得透明，而且光润有泽。就这样，他还不满足，又把自己的气嘴扎紧，怕漏了一丝空气。当一只手来压迫他时，他仍不肯松口，结果他不堪重负，砰的一声破了。而另一只气球不像同伴那样争强好胜，他吸食的空气并不太多，总是保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。他的肤色当然不如同伴那么光亮，气嘴扎得也不太紧。当那只手来压迫他时，他就毫不吝啬地释放一些空气，虽然也损失了一些空气，但保全了自己，所以这只气球仍然健在。的确，为人内敛实际上是一种韬光养晦，不求争先，不露真相。这种甘为愚钝、甘当弱者的方法实际上是隐蔽，懂得矜持，做事不狂妄，能得到人们的尊重。另外，生活中的人们知做事不狂妄，能得到人们的尊重。另外，生活中的人们在各种社会大潮的冲击下，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丧失自己做人的原则。在成就面前，不要利令智昏，让虚荣心钻了空子。你需要记住的是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有的时候，不经意间，你就会发现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。要做个内敛矜持的人，需要从行为和言辞上着手。行为上，首先不要卖弄自己，过分张扬就会经受更多的风吹雨打，就像暴露在外的船子自然要先腐烂。一个人在应酬中如果不合时宜的过分张扬卖弄，那么不管多么优秀，都难免会遭到明枪暗箭的攻击。第二，不可财大气粗、居功自傲。不可一世的年羹尧因为做人上的无知而落个可悲的下场，所以财大而不气粗，居功而不自傲，才是交际的根本。三是做人不能太精明，低调做人，不耍小聪明，让自己始终处于冷静的状态，在低调的心态支配下，兢兢业业才能做成大事。第四是交际中做人要懂得谦逊，谦逊能够克服骄矜之态，能够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因为人们所尊敬的是那些谦逊的人，而绝不会是那些爱慕虚荣和自夸的人。在言辞上也有需要注意的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都体现在语言上，我们在言辞上要低调。首先，不要揭人伤疤，不能拿朋友的缺点开玩笑。不要以为你很熟悉对方，就随意取笑对方的缺点，揭人伤疤，那样就会伤及对方的人格、尊严，违背开玩笑的初衷。第二是放低说话的姿态，面对别人的赞许，应当谦和有礼、虚心，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君子风度，淡化别人对你的嫉妒心理，维持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第三是说话时不可伤害他人自尊，说话要有分寸，礼让不是人际关系上的怯懦，而是把无谓的攻击降低到零。四是得意而不要忘形，得意时要少说话，而且态度要更加谦卑，这样才会赢得朋友们的尊敬。第五是祸从口出，没必要。的确，可能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比对方优秀，但低调一点，并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，反而还会拉近双方的距离，而且更容易沟通，更容易让对方从心理上接受自己。相反，如果你意气用事，凡事争强好胜，在交际中喜欢逞一时之快，针尖对麦芒，那么你最终会吃亏。